默默地走了几个钟头以后，夜幕降临了，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起来。由于渴得厉害，有点发烧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仿佛在梦中。小王子的话在脑海里盘旋舞蹈。你也渴？我问。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对我说，水对心灵也有好处。我没听懂他的话，但我也没做声。我知道这会儿不该去问他。他累了，他坐了起来。我坐在他身旁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，十字星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小王子重复了一遍，他要记住这句话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会用我的双眼，用它去看清这个世界。 I heard echo